Hello。不好意思，刘先生，请问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刚刚收到一个交易通知电话，可是刚刚那个交易不是我进行的。好的，刘先生，请你提供一下您的身份证号码以及户口号码，让我们能够检查一下。啊？你好，刘先生。刘先生，你还在吗？骗子是吗？现在骗子都那么蠢，不止丢你自己，丢满你家。你妈妈知道你做诈骗，肯定会把你生出来。你这种人啊，死了也没人在意啊。